来甲咱讲解放生人生对心开始，啊，请大家当恭敬来听。主来亲爱乡里教会陈牧师、郑牧师、范道师、中职同工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也通过咱的安排，让我今早起会当代表台湾圣经公会，伫咱中间请安报告，也甲咱做伙思考上帝的信息。咱教会阁无几年，我知，咱要庆祝释教100周年。愿上帝继续祝福咱的教会，让忠心听主的人，哪个天到世哪兴旺。那伫乡邻这个社区做工作盐，也真做台湾这块土地的祝福。伫做伙思考上帝话进前，请咱搁一遍同心来祈祷。主彼听人满满的上帝，我感谢你保守我逐日。拢得到你慈爱、丰盛、圣手的扶持，阁予阮通伫即个你分别做圣安息主日，来到伫你的面前来阿罗你、敬拜你、领受你的话。即时求你帮助阮安静阮的心，开阮心内的耳孔，予阮通听见你的声，也开阮心中的目睭，予阮通看见你阳光的临在伫阮的敬拜。在我的每日的生活，恳求你，让我会通经验到罪得到赦免，软弱得到扶持，创伤病痛得到医好，同时也会通领受真理的教示甲装备。感谢祈祷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有一回，我对旧金山国际机场，要进入美国。这个办理入境的人非常多，每一个窗口口拢排长长的行列，这个移民官员的作业非常慢，人群中大家等得非常不耐烦，有一个旅客就出嘴埋怨讲要进入美国实在是比要进入天国更加困难。这个柜台顶有一位移民的官员听见这款的埋怨。有愧无力回答讲，朋友，因为想办法要入来美国的，比要去天国的较济。过去有一段时间，大家拢掠做美国是人间的天堂。其实，无论去美国或者是世界各所在，咱伫台湾，咱生活打拼，咱拢在追找要有更加丰富、更加美好的人生。今仔日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是天国大宪章、天国大宪章的序言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传统称作三上部分，总是伊的内容其实是关于天国临到的宣告。这天国伫马可甲路加福音称作上帝的国。在马太第五章到第七章的中间，咱看见耶稣宣告天国的祝福，以及天国子民的生活规范，所以称伊做天国的大宪章，也是非常适当。耶稣在马太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宣告天国的临到甲福气，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伊的；忧闷的人有福气。因为伊要受安慰，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承接土地。其实，即个天国的八福，每一个福气拢是用现在式，有福气啊，做开始。咱无熟希腊文，总是只要看英文的圣经，咱就会清楚这个特点。譬如这个 Today's English Version 用 Happy 摆伫头前。安尼讲 ，Happy are those who know they are spiritually poor. The kingdom of heaven belongs to them. 2008年所出的这个新约圣经现代台语，头一句安尼讲，大有福气啊！心内颂扬的人，因为天国是因的，用
宣布大有福气，现在式来开始。唔知影咱对耶稣关的天国福气的宣告有啥物反应？唔知影这种古法的转变会唤起咱的注意也未？两千年前，伫加利利湖边头一遍听见耶稣宣告的听众，因感受非常大的震撼，很大的震撼。因一边听，一边好亲像经历天国具体的临在，感受到伊丰盛的内容。迄种的经历超出因的想象，超出人的理解甲世界的价值观。对第一世纪到今仔日，有真侪人经验，毋是干那头壳的认知，是经验。天国毋那是干那属伫未来、死后或者是世界末日。天国是实实在在，是满有上帝恩典甲疼的国度。这个天国已经借着耶稣基督，就是上帝的道成肉身，临到一座地面上，也继续在进行中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唔知咱安怎样了解耶稣所宣告的天国？唔知咱有经验耶稣所宣告天国的祝福阿无？约翰福音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来记载耶稣所讲天国的祝福，伊用丰盛的人生。耶稣伫约翰第十章第十节讲：“我来是要让因有活，搁有丰盛。”今仔日我要甲咱大家搁一遍做伙来思考，即个甲咱生命非常要紧的问题，就是咱安怎样了解耶稣所宣告的天国？咱要安怎样经验耶稣所宣告的天国的祝福，或者是经验伊所应允丰盛的人生？第一，咱需要对谦卑开放的心开始。谦卑开放的心开始。耶稣所宣告的八福，中间有四项，甲咱心灵的状况、甲咱心灵的状态有真密切的关系。第三节，心内颂扬的人，或者讲虚心的人。第四节，忧闷，或者是讲哀痛。然后第六节，咬嘴打心无意，饥渴慕义。第八节，清气心肝，清新的人。心内颂扬是一个人内心一无所有，变空到完全颂扬的状态。忧闷、哀痛是人对世间现况，或者是迄个罪恶势力的无奈，在绝望的中间，只好转向上帝，对心底发出迄种的呼求、呼喊，咬嘴打心无语，是对上帝旨意迄种迫切的爱慕甲需求，清气心肝，是一个人扫除伊心内所有的骄傲、欲念以及一切成见，谦卑将家己开放予上帝。简单来讲，要领受以及经验天国的祝福。要有真正丰盛的人生，咱的心占有非常重要、关键的地位。耶稣教咱对心开始，心是咱生命最主要的部位。所以，当耶稣宣告天国的祝福，或者是生命真正的丰盛，真自然也是对心开始讲起。这实在是现代人的难题，因为现代人的心灵不时拢塌个甜甜甜，有做不完的代志。要买的东西买不了，完全没有任何的空位给上帝，当然也无法度去领受任何天国的祝福，敢不是？在一个后来开始，有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人，他说我要怎样来过再来两个月的后来暑假。他看见爸爸妈妈工作很辛苦，所以他说我应该找一份工作，很难得，真少少年囡仔会安尼想，伊讲我来找一份工作来帮衬家庭的收入，所以就开始找。即马少年囡仔伫倒位找？伫电脑、伫网络、伫网络顶面找，可以找到一个工作，伊感觉真趣味，也感觉伊应该会晓做。
就是伫一个牧场入牛奶的工作，在一个牧场挤牛奶，伊去应征。这牧场的主人问讲：“少年的，你敢袂晓？”伊讲：“无问题，你交代我。”所以这主人就摕一卡桶，啊，搁一只三支卡的衣钩头啊，互伊牛条伫后壁。伊去用相当久的时间，差不多比一般的人三倍时间。这主人讲：“到底这个少年囡仔是咧创啥？”想要爬起来甲看，迄个时阵看见这个少年囡仔入来，规身躯汗，总是汗一桶甜甜甜的牛奶。用少年，你走一堆魔灰，你去哪里摸鱼？怎么用那么多的时间？伊讲无啦无啦，我拢无去摸鱼。入牛奶实在是无偌困难，总是要叫迄只牛坐在迄只三支卡衣钩头，实在无简单。今早起我毋是要教咱入牛奶。哦，唔是要教咱挤牛奶，啊，唔是要教咱安怎让一只牛坐担三支卡的衣钩头啊。总是我相信，伫咱的脑海内，咱拢想到迄只三支卡的衣钩头啊。这三支卡边长，迄只牛就是要让一只牛坐担衣钩头顶面，嘛真稳固，敢唔是？拄拄牵着这只衣钩头啊，咱的性命有三方面的需要。头一方面就是咱的心灵健康，咱的心灵健康，总是咱拢。改变一点，但注意到的是，咱的身躯、咱的肉体，然后咱的学问、知识、才能，要有真正的祝福，要有真正的丰盛，需要这三支脚边边长、真稳固。咱生命三方面的需要，边边受到。相款的关心甲照顾，对心开始，要安怎样来操练，也是准备有一颗谦卑、开放的心？要安怎样，让咱的心会通仰至上帝？伫教会，咱拢强调礼拜、灵修的重要，所以其实。亲近大自然也是非常的要紧，因为咱常常听见关于礼拜也是灵修的强调，所以我今早起只有真简单甲咱说明亲近大自然的要紧。大自然是上帝杰出的艺术创作，这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尼文。就是长老会创始者，伊捌指出基督徒有两本圣经，一本就是咱所熟悉咱手里的圣经，另外一本就是大自然，上帝的第一创作。大自然真正值得咱用时间去欣赏、去珍惜，借着大自然来亲近造物主的心，这一定会丰富咱的生命。咱平常时，咱有时阵咧欣赏艺术，无论诗歌，无论戏剧，无论美术作品。当咱拍开咱的心去欣赏的时，咱好亲像会个通甲作者产生某种的共鸣，敢毋是？大自然是上帝的第一创作。圣经内面这信仰的前辈，其实真早就甲咱指出。在大自然中间，会通发现上帝的奥秘甲真理。诗篇十九篇的作者用遮的天讲起上帝的荣光，穹苍报扬伊的手所做。伊若毋是徛伫大自然，徛伫山顶，徛伫日光的下面，伊无法度写出这款的描述。诗篇第八篇。作者讲：“我看你的天，你的手所做的，以及你所排列的月甲星，世间人是甚物？你笑脸伊，人的囝是甚物？你眷顾伊。咱会当看见伊好亲像徛伫这个暗时，伫这个月甲星神的下面，看见满天的星，然后伊看见家己的描写。”渺小，
然后伊感慨：人算什么？人的囝是什么？总是得到上帝的眷顾，上帝的注意。Ambrose 是一个作家，又写一本册叫《Growing Together in Love》，在厅内面做伙成长。伊讲有一个习惯，每早起起来，一定去外面行一日，无论伊伫厝呢，或者是出外旅行，伊每早起头一项事，头一个功课，就是伫外面行一日，看遮个树木、花草，看大自然的天空，听鸟只唱歌、娱乐的声。伊讲，伊每早起的这个功课，所做的这个项事，帮助伊学会欣赏，会晓感谢，也会晓认捌家己。上帝实在是奇妙的创造主，同时也是慷慨的上帝。确实，咱大部分的时间，也只有拢想着家己，无论想着是家己的成就，或者是要争取更加多，一定是咱伫都市内面生活伤久，敢毋是？或者可能是咱坐伫电视，或者是电脑的头前伤久，敢毋是？亲近大自然，会帮助咱认识上帝是咱生命的创造主，伊的恩赐是遐尼丰富。但所有的一切是伊想事，伫大自然中间，你也真容易拍开你的心，谦卑伫上帝的面前。第二，用爱慕的心来亲近主，甲主结连。伫八福的中间，咱看见耶稣安尼宣告，第三节、第十节讲到天国是因的，然后第八节讲因要看见上帝，第九节讲因要称作上帝的子。这些宣告拢指向甲上帝有非常亲密的关系，敢毋是？因要看见上帝，因要称作上帝的子，迄是一种非常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。在福音书，咱常常看见耶稣邀请咱用爱慕的心来亲近伊，并且甲伊结连。耶稣讲：“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决断未枵，信我的人永远未嘴干。”伊阁讲到葡萄树甲伊的枝。树甲枝会结连，互伊会通结果子做做。一个真简单的譬如，真容易了解，咱也真容易把握伊要紧的信息，就是枝甲树有真亲密的结连，伊的生命要结丰盛的果子。耶稣讲：“我就是葡萄树，恁就是枝，点伫我，也我点伫伊的，就结果子做做。”因为跟我三日，恁就袂会做甚物。咱拢知影人甲人中间的关系需要不断的亲近，而且需要迄种对内心的爱慕甲威信。若无，就是开始的时候有真一段真亲密热情的爱情，因为时间日子经过，真容易变作形式，无有这种每日不时的亲近，关系会渐渐疏远，感情会渐渐孤单。有一对60多岁的夫妇，因伫路边开车，这个先生伊换方向盘，伊塞车，这个、太太坐伫边啊，两个人安安静静，拢无讲话。忽然间有一台跑车对因边啊超车过去，迄种 BMW 啊无看过，哎，引起因的注意，注意甲看，一对少年人坐甲足晏，阁烧满。在迄个时阵，这个欧巴桑吐气讲：“咱以前嘛是安尼。”迄欧巴桑手换方向盘，目睭看头前，面面拢无表情，
冷冷回答讲：“我也无刷叮当啊。”两个伫第二场的距离无远，坐伫车的头一排，总是我相信咱拢会感受到因两个心非常非常的遥远。人甲人的关系是安尼，咱甲主甲上帝的关系也相款。咱信主的时间是真热心，甲主的关系非常甜蜜，总是日子过，后来咱感觉都有哪无形式，甲主敢那某种的距离的款。为什么？因为咱无时常来到主的面前，欢喜甲主亲近。咱的礼拜，咱的读圣经，咱的灵修，咱的祈祷，咱的生活，咱的服侍，其实拢是咱甲主亲近的机会，是咱甲生命的源头结连的时刻。咱若查考教会历史，才会圣道。对保罗书文道啊，对奥古斯丁到现代，亲像德瑞莎修女。咱会发现，因客观的环境拢无好，有时阵迄条件非常歹。总是为什么因拢有亲像迄种源源不断的精力、痛心？为什么？因为伫每日无用的服侍进程，拢有一段真长的时间，每早起起来就是安静伫主的面前，甲主有真亲密的结连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需要用爱慕的心来到伫主的面前，毋是干那过去一个时间呐，定是每日、每时、每刻。第三，用心踮伫上帝的厅内面来生活甲工作，踮伫上帝的厅的内面生活。甲工作，伫耶稣的三上部分，咱会看见真侪。咱有时阵用头壳想，感觉真恶伫做，做袂到。温柔的人，怜悯人的人，互人和平，为着伊受困着。咱若真正冷静落来，来思考讲，即个。那大项拢做甲到，敢有可能？其中一项都已经非常困难啦。总是耶稣为甚物安尼讲？真正靠咱的气力做袂到，这是踮伫上帝的厅。大先讲到咱甲上帝的亲近，然后用迄种疼上帝的心，咱踮伫上帝的厅内面，咱才有可能。予咱的性命，毋是一项一项去做，是挖出来。耶稣伫约翰十四章二十一节讲到，遵守伊的命令最主要的动力是在伫对伊的疼。耶稣讲有我的命令，搁守伊的人，这个是疼我，疼我的人要得到我的父疼伊，我也要疼伊，搁将本身显明伫伊。最主要的关键在伫听伊听上帝。上帝讲，当然唔呐限定伫教会，咱的家庭、咱的学业、咱的工作、咱的厝边，拢是服侍上帝的场合。十七世纪有一位灵修导师叫劳伦斯弟兄 （Brother Lawrence）， 伊讲，咱的服侍。毋是在伫做甚物特别的代志，意思是讲，毋是干伫教会内面。只要有听上帝的心，任何代志拢会通真做神圣的代志，拢会通因为安尼来服侍上帝。美国巴尔的摩捌有一位大学教授，小学的教授，有一回要求伊的学生去巴尔的摩。这个贫民窟的所在，底下做调查，用200个囡仔做访问、做调查的对象。伊讲，
恁去了后，恁需要为着每一个囡仔，这两百个囡仔来做因未来的评估，报告收回来。差不多所有的学生，因为着这两百个囡仔，因最后的结论拢是，因无啥物未来，平平苦的囡仔，客观条件非常的歹，所以这些学生因的评论讲，因无啥物将来。25年了后，另外一位社会学的教授看到这份早期的报告，真好奇，伊还知影这囡仔后来大汉变作啥物款。所以他就要求另外这些学生去做调查，结果非常意外，两百个囡仔，其中除了20位因为搬走或者有的较早过身，180位还住在附近，180位中间有176个都有真杰出的成就，其中有律师、有医生、有成功的生理人。教授非常意外，他决定更加深入去了解，又接触到这些人，这176个，其中176个，跟他们说，他们的答案都相同，他说因为我们有一位老师，因为我们有一位老师，这教授后来找到这个老师，请教他有什么秘诀，因为客观的条件那么坏，一般真正是无有啥物将来，为什么？你到底有啥物秘诀会当予这个囡仔后来大汉成功？这个、老师意识啊真清楚，带着微笑看这个教授，伊讲其实嘛无啥物秘诀，我所做，我只有是疼遐个囡仔。亲像我有主疼一样，我爱这些孩子，正如我被主爱一样。难怪遐囡仔会成功，因为因拢有一位疼因的老师。我伫旧金山新人院进修的时候，予我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经验，就是这个80岁的 Dr. Kelsey。跟我们做会的那一点钟，他是一个出名的学者，总是他上到吸引人的地方，不是他的学问，是在他的心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生命。他的生活非常简单，总是他专心去散步基督的疼跟阳光。上他的课帮助我发现并且经验耶稣所说天国的祝福是实在的，那个祝福是非常的丰富。在我们上课的时候，他跟我们说，做灵性辅导是需要学习主耶稣那种久久长长听的主事和聆听，用祈祷来陪伴你的同伴。他本身为着我们做示范，他要求同学中间一个做志愿，阮中间有一个同学举手，所以就邀请伊到头前，予伊坐落来，甲伊面对面坐落来。伊讲，你会通甲我讲出你的困难、你的问题。伫伊讲的中间，阮了解，这个同学伊其实有癌，伊患着癌症。伫对话中间，伊渐渐就问到这个生跟死的问题，他问到天国在哪里，天国生做什么样。 Dr. Kelsey 并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，他先注视跟看，在看的中间，我们在下面可以感受到他对这个同学的关心，对他的疼。看点了久了后，他用非常柔和的声，轻轻总是清楚有力，伊一句一句讲出耶稣所宣告的祝福，心内送向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伊的；忧闷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承接土地；
一句一句非常清楚，一直到为着伊受困着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伊的。我相信咱无法度想象，阮伫现场的人，我嘛无法度想象。当 Dr. Morton Kelsey 讲出这话时，大家拢好亲像，你毋免阁用头壳去理解这祝福的内容，好亲像伫迄时完全明白了解耶稣所讲这天国的祝福。上界不可思议的是，所有在场的人，拢伫迄个时刻感受到耶稣就亲自临在伫众人的中间，迄种非常平安、稳定、满满的感觉。六十人的中间，这是在职进修，迄中间有牧师、有教授、有医生、有律师、有社会工作者。所有的人拢见证伫迄个时刻所经验到的是天国的一角。伫迄个时刻所经验到的是天国的一角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这个经验让我确信耶稣所宣告的天国是事实，不用等候到未来，而且伊的内容、伊的丰富超出咱的理解、咱的想象。比任何世间的国度、任何世间的祝福，搁较丰富。也毋是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伫这个时阵，你若拍开你的心，伫这个时阵，你有甚物经验，你有甚物感受到天国具体实在伫咱的中间？只要保持一颗谦卑开放的心。只要思想甲主有真亲密的结连，只要伫你的生活中间，无论对人，无论对代志，思想保持迄种对上帝的疼，咱唔呐，干那伫礼拜中间经验着天国的实在，要伫咱生活的每一角落也经验着天国的实在甲祝福。咱每日的生活，有时真正是面对真多的挑战、真多困难，有时迄压力亲像一只牛遐尼大只。总是当你踮伫主耶稣内面的时，迄只牛虽望非常大只，犹原会当坐占这三支脚的衣钩头啊顶面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听阮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借着由耶稣，我的救主带来天国的降临，让我们在这时刻会当经验、会当领受天国的实在，甲伊内容的丰富。求你帮助我，让我们唔那伫礼拜，让我们伫我们每日的生活，对你时常保持一颗谦卑开放的心。让我们常常惦着你，让我们常常用疼你的心来面对我们四周的人和事情。感谢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